你还好吗？等你上完课，哥哥带你去兜风啊。谁说你丢脸了？走了，吃饭去。走啊！哎呀，还说自己不是小孩。我两口去医院了。哎，找好了。来，给。哎。我问你啊，昨天勒索你那几个人是不是今天叫你过去了？不用去。带路。真的不用去。带路。我告诉你，没有惹上门还能忍的事儿。老关。算了，妈。把你祖国的几册漫画我给你买了，好不好？那这样，我去喊人去揍他去，行吗？